口气儿，拽了个大屁股墩儿，玻璃盖卡住了皮，幸好没磕着脑门。这时那边走来一个小老妹儿。Hello， 欢迎来到九九二新秀，让我们声音就在这里，我是满血直播妖气，可以叫我小妖精。喜欢妖气的话呢，给妖气点个关注，锁定互动号角的小黄心，点到用户右下方的直播室通知，可以勾一勾。谢谢阿凡达哥哥送来的比心告白，萌萌哒。然后宝宝们，咱们把那个小爱心点一点，因为六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小花花的话，可以走一走小花花哟。Hello， 杰克哥哥。Hello， 冉冉、芊芊、杰克哥哥，晚上好。还有小道，晚上好。宝贝儿。来一个什么舞啊，你们要是有什么想看的舞可以在那个公屏里扣一下哦。对，你们要是有什么想听的歌想看的舞可以在公屏里走一走。我们来一个什么呢，我们来一个咋了爸爸说说话哟，也没有人理我。 Hello 傻月，激情点，咱们开场的还激情啥呀，刚才不是挺激情的吗，刚才那什么那什么杰特曼都出来了，咱们等会儿再激情呗。自嗨，好了，哥哥们不闹了，咱们那个小花花走一走好不好？把小花花走一下，有爱心的点一点，啊，爱心随便他了啊。咱们重点是小花花和点关注，么么哒。手机或左上角的小黄心点了用户右下方的直播室通知可以勾一勾。打一波广告，走九二长期招收稳定场控，有意的话私聊我们的杰克呗，杰克牛郎哥哥，呸，杰克。杰克赛哥哥，对，杰克赛哥哥。本来我是想夸杰克的，可是在杰克这里我属实没有词儿啊。还有一成功的得了一位大哥，嗯，咱们来听一首舞。来，哥哥们关着走一走，小花花走一动，然后跳舞的时候公屏可以666可以那个。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老是有什么情况？这时那边走来一个小老妹儿，对我说：“你好，大哥，你有没有事儿？”我抬头一看，这好了，哥哥们，走走关注，手机或左上角电脑用户右下方，咱们来定制任务啦。老妹儿长得可真带劲儿，大眼睛，双眼皮儿，绝对是个大美人儿。老妹儿没事儿，你出个座门儿。Bye.
好了，不唠了。手机用户左上角的小航新点了用户，右下方的直播室通知可以勾一勾。哥哥们没有点关注的，一定要记得点下那个关注。手机用户左上角的小黄星电脑用户右下方的直播室通知可以勾一勾。芬兰哥哥晚上好，然后谢谢繁华哥哥，然后谢谢宋宋小哥哥，感谢鱼高兴哥哥，谢谢阿凡哥哥。小哥哥们，咱们打卡点一期小花花，那个小花花可以走一走好吗？最喜欢有压力的直播，压力好是好处，真的。来，小哥哥们关注走一走好不好？谢谢凡哥，么么哒。然后送谢谢送的帅小花，咱们用那个有关注的走一走，关注有小花花的走一走小花花。谢谢谢谢所有九九二的哥哥们，么么哒。花财布，没关系，我也没说啥花呀。好了，不唠了，咱们跳第二支热舞吧。你要做小兔子，兔子干嘛呀？兔子是干嘛的？兔子是干嘛的？能吃吗？哎的，好了，手机用户左上角小黄新点了用户，有下方直播室通知可以购。想吃这个呀？来呀来呀！点关注不迷路，妖姬带你吃兔子。手机用户左上角点了用户，有下方小花花可以走一走。然后我们来第二支热舞。
搞事情秀，哇！谢谢沈哥哥开心，么么哒！谢谢威哥，谢谢霸王哥，谢谢范大哥，然后谢谢宋总，谢谢所有小哥们送来的小礼物。然后呢，很开心这十五分钟你们陪伴我，然后我也陪伴了你们，然后也谢谢所有哥哥们送来的小花花点的关注，还有送来的小礼物，感谢哥哥们对瑶姬的支持，么么哒！然后还有最后一分钟我就要回家了，直播时间是中午十一点，晚上是八点总是开播。谢谢老松哇，谢谢老松哥，么么哒！主播什么麦克风你问我也不知道，感谢我松哥，么么哒！还有谢谢安静的离开小哥哥，然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离开九九二了，没有点上去关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点一下关注。你们刚才说想来个嗨的，那我们还是老样子，咱们来最后的话来一个嗨的，对，行，最后来一分钟，来哥们关注走一波，看能不能再走十五个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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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